来哦，你即将是我们黑撒白同学频道里面脏话的部分。今天我最美，一日正妹哦。我跟你讲，他多高呢？应该有175哦。174。来哦，我们要运镜了哦。哦，你看，哇，非常肌大手呢。很，你真的很高挑呢。外公，你真的是不错，而且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拍片，是不是都没有串通？对，对，这个就是白龙雪亲和力哦。然后这个我们拍了之后就会找时间上片，而且是非常之快，底下那个画面快太帅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看到白龙雪本人，你就觉得说，怎么有这个那么帅的 YouTube？ 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。啊，你头毛你哪夹的？我看短头发的女生很有个性的。哦，谢谢。我要把你的那个后面的发型，大概拍个特写哦。好，好，开始哦。哦，来哦，一日正妹系列哦。哇，你管定够用这张小白兔，这真可爱呢。后来啊，我看你的，我看你的短发，非常的俏丽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你是做好你慢跑的哦。也还好，没有运动。你真的是一个那个运动型的美女。好，感谢你参加我们那个今天我最美一日系列脏话的部分，谢谢啦。非常之赞，来跟阿兄买这豆花，豆花够艳遇，真正袂歹，谢谢啦。